欢迎来到我 YouTube 圈的，我是小伟。那这礼拜呢，有一个新推出的一番赏，我非常的中意，然后我就跑去抽了。对，虽然抽的数量不多，那就是我们的昆虫的一番赏。那等一下我们画面呢，先带到我们那一天跟我同事一起去抽的时候，对我们到底抽到了什么呢？我们就下个画面见吧 ，Go。好，没事，好，这样，再来，来这个 ，OK。A 赏，哎呀，结果没录到，没关系，我再抽一次 A 就好了。一 A 有了有了，我金母虫有了，我冲着金母虫来的。F， 哎，那个 C 好了 ，F 又是 F， 哎呀，你没有拍到，换礼物了，好 OK， 还是要继续。我觉得这样就好，见好就收，见好就收。好，哇。今天 A 赏太神了！啊，金木虫，等一下，这个颜色是金木虫吗？我也不晓得是不是。不要惨就好。哎，太神了！你真的是塞球哎！这个金木虫超赞的。金木虫，它是那个有点像笔架。它是笔架，它可以擦笔。好，没错，我们最后的成绩呢，我们是抽到了 A 赏，还不错。我同事运气还蛮 O 的。A 赏，给大家看一下 A 赏的长级大周冲，有够帅。而且这次的听说非常大只，让我们等一下马上来开箱一下。那这一次呢，我觉得这次的 A 赏也非常的不错，非常有质感。那这个那时候呢，在店里的时候，我朋友已经有先拆过了，对，我同事已经先拆过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们 A 赏积木虫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漂亮？那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这是笔架。我觉得非常，我觉得日本人的设计真的是非常的厉害。你看，谁想到要把一只金母虫设计成笔架，然后你就可以放个架子上去，有没有？可以放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就帮你撑住了，超赞的。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其他的衣裳的用途。这个有没有？我们金母虫就是一个笔架，然后。像这个毛毛虫呢，它就是一个极限器，对，就是一个它算极限器嘛，它其实就可以附在那个电线上面，算是一个小巧思而已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蚕蛹非常厉害，大家知道那个蚕壳啊，蜕壳的时候呢，它的背部是会有一道裂痕的，它居然把那个裂痕设计成一个名片夹，哎，日本人是不是很厉害？我觉得他们设计一番赏，我觉得这只一番赏真是太厉害了。对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应该会把这两只给补齐，对对对。天啊！然后我这只刚好是我最想要的，我就最想要这只独角仙的幼虫，就是吉姆虫啦，还不错。独角仙，多少人的童年有养过这种东西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过独角仙呢？我小时候养了很多，我养了一整个水族箱，里面翻开二三十只的独角仙幼虫。对，然后后来等他们长大之后呢，我全部都把它放掉了。好，那这个还有 F 长的方巾，方巾这个就上面就有一些图案，这里有独角仙，然后这是虎头蜂。应该是虎头蜂没有错，然后这里还有，这比较像大蟒吧，对，然后蜻蜓，这只应该是扁锹没有错，然后还有螳螂。天哪，这礼拜我又被蜜蜂蛰了一次，蛰在这里，被台湾很毒的一个叫黑腹虎头蜂蛰到。那一天我整个手整个肿到大概现在，哇，天哪，长了一点五倍大吧，哇。然后这里是又被叮了一个，可恶，我最近一直被蜂叮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一个墨绘的一个风格。好，那这是扁锹的，看这个牙应该是扁锹没有错啦，对啊，应该不是大锹吧，但是扁锹没有错，对对对 ，OK， 好，重点来了，哎，我们的 A 赏，我们的 A 赏是长级，听说超大只，好，那拿我朋友的，这只是我同事送我的刀，还不错，拿来开箱，好帅哦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 A 赏是怎么样吧。哎，反了，反了，反了！希望它的大家知道那个甲虫脚的末端呢，也就是这个地方有两只爪子嘛。我希望那个坐可以坐立一点，对，我坐立一点应该还不错。而且我不知道它中间还有一只。比较细一点的触手，那只是软的嘛，我不知道他们这个细节有没有做出来。等一下马上来看一下。哇，各位，哇哇哇哇哇哇 ，scat， 哇哇，各位来了，
超大一只的长鸡大多虫，我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它这个表面啊，我不知道相机有点反光，有没有看到？它这种毛甲壳，它的甲壳真的是长这样子哎，好仿真哦！而且大家看到没有？我们刚刚说它的爪子的中间会有多一只，我们说它的爪子中间会有多一只软软比较软的这只，还有做出来哎，可是这个爪子还是有一点粗了一点，然后看一下翻过来一点，它一些绒毛的一些特征也有哎，可惜不是刷，可惜不是真的绒毛的，如果真的直毛的话就厉害了。那它的眼睛，这个触角这是不能动，头可不可以动？啊，头不能动啊、哦，啊，脚也不能动。啊嘞，那上面这个也没有毛，这个不是毛的，这是塑胶的，啊，有点觉得有点可惜。哦，真的是蛮大只，你看我的手这样子，我的手我自己觉得我的手真的蛮大的，你看这个放下去，哇，传说中的这个多大啦！天啊，可惜他没有做可动关节啦，哎呀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对，有一些细节有做到，可是他没有做可动关节，我觉得好像有点可惜。对啊，那这个还有一个台子，大概就是放这样，就这样架的，还不错吧？那这是独角仙的幼虫，对，好啦，它其实大多虫幼虫也是跟这个差不多，但是会再比这个大，哇，那个大起来大概这么大吧，哇，蛮大一坑的。有机会我想要试着养养看它从幼虫到成虫的一个过程，对，长期，今年的话我可能会稍微计划一下，对不对？想要来饲养一下，小时候的梦想，小时候饲养。独角仙的梦想就是我长大一定要养一只长鼻大多虫，现在长大了，该来实现我们小时候，对，没错，该来实现我们小时候的梦想了，好不好？哇，这个长鼻真的是很大只哎，哇，这个角度是不是帅爆了？天哪，甲虫这种东西怎么可能有人不喜欢？是不是很帅？男人的梦想啊！决定了，今年我一定真的要来养个一对起来，好美哦！天哪，这个爱不释手哎！哇，这个真的很赞。OK，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开箱，对，非常不错的一只。那大家还喜欢这一次的一番赏的开箱吗？以后呢，我看到喜欢的系列，我也会忍不住的想要去抽个几抽，看能不能抽到一些大奖。这次的分享真的是很不错，有没有？一只超大只的长鼻大多虫，看起来就像活的。没有，在远远的看起来就像一只活的。好，那其实这一次呢，我主要是针对这一只抽的，对对对，我其实是针对衣裳的这一只抽的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比价。它真的一些金母虫身上的一些肌肉的纹路啊，我觉得做的都非常好。一些非洲人的话，应该还蛮好抽的，对，蛮推荐大家去收藏这一次的衣裳。OK， 好的，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，就像你喜欢，如果想观看更多一番赏的开箱的话，也不要订阅我。那我是小伟，我们下期见哦。拜拜。